超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吃完东西呢就去银行。这个呢就是槟城著名的槟城 CBD， 带你们看一下槟城著名的 CBD 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是中国银行，中国银行。然后呢这栋楼我很喜欢，之前好像是渣打银行的，现在渣打银行搬走了，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共享办公室，然后呢很多人也会来这里拍婚纱照啊，个人写真啊什么的。然后这是一条老街，也是非常有感觉，看到吗，我后面这个白色很有感觉。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也是通常人们很多会来这里拍照的，也很好看，这个白色的这个。拍照打卡的地方，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？哎，不是那个小店里面都有很多人在排队，是这个。那是你吗？2块5毛钱。椰浆饭。这家好辣的，但是很火，很多人来吃。中国人在马来西亚，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开的餐馆小吃。这个是煎饼果子，一个在中国特别出名的小吃。哇，千万别给我宣传。半生风雨的半生忙，半生思索热半心岁月蹉跎苦背景，一杯浊酒念家乡。半生风雨那半生忙，半生烟火热半荒唐。匆匆过往这半生路，莫怕回首花凄凉。哇哦，做好的。这给你。我看一个档口给你，那今晚我做一个给你，你炒，你炒得很厉害吗？是吗？个 restaurant 那个刚才叫我不知道，我不会啊，我说的 restaurant 我不会，可能有人在那个没吃的，对吧？没听过。我不会，八会。你说你要什么，我直接跟你说。对，可以吗？嗯，看一看给你。做的好多好方便了，我不会。啊，不能说我不会，我不知道。Yeah, I think it's a good restaurant name. It's that cafe. 我不会。我不会。你没跟我说，我肯定不会啊，对吧？你说我的。对。啊，我不会。对。我不知道。对呀。啊，你说。我要个零面哦。对呀。啊，我要个炒粿条。你说哦，厉害呀。给我吧。啊。哎，啥呀？中国来的，中国来的，对，这个是马来西亚的，中国来的。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吗？印尼的？不是印尼，这个是马来。马来的。马来人和那个中国哦，好像不是中国人，好像我们这样。马来华人。就华人，最早来的华人。对。哎，他们做的就是合到一起了，有点前面诺尼亚，以前的诺尼亚的，他们带那个，他们做的东西很好，对对对，以前的啊，是，慢到失传了，对，就跟中国一样，中国也是一样，没有中国，中国也是慢的，他的好吃的东西没有了，没有一样的，没有了变味了，他中国他老是更新，其实你不要更新，我就认你这个味道，几十年。一百年不变就 OK 了，现在中国它不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啊？我们一代一代不一样吗？以前的老人，他们不是要欠很多的钱，他们可以一家的给人家吃好吃。现在的做生意的就是为了赚钱，为了赚钱，啊、他就是做马马虎虎罢了。是那不，你吃遍可以。哎，你们内蒙的？我这里东北大姐啊。你们内蒙的？我包头的。报告，我是北京的。北方的地方有太阳，
地方怎么样？还是可恨，你总太天真。往后的余生，我只要你。香港人在马来西亚。啊，今天来朋友的店铺 ，barbecue。Yes， 这个景真的是太好了，没得说。OK。你看排骨。还有这个藤椒凤爪、毛豆，都是我们这个大厨，耶！我已经忍不住开始吃了。烧烤都还没开始，我就已经忍不住先吃了。你想象的是简单，一般。我们不知道这个。老王做的麻婆豆腐，牛肉还行。他们那个牛，他们这个羊肯定没有中国的羊。啊，那我问你们的车有靠近这边吗？没有，货车来了。啊。妈咪开的风，妈咪要用。我加一个，刚刚是给你了吗？差不多应该可以了。哎，你切以后把那肉切这么大就好熟，一般就好。最好有那个穿起来的。新疆的烤羊肉串儿，还有那个碳水吗？新疆的羊肉串吗？嘚儿嘚儿，这个我还会嘚儿，我也没烤过。年轻人他们会烤。新疆的烤肉串儿，知道吧？为什么不过？